我是妹妹，大家有没有收看 Circus 狗仔队呢？是不是觉得很好笑？而且呢，看到非常多艺人呢、私底下为之不人为之的一面之外呢，而且 Circus 还会问他们非常多犀利的问题。其实呢，我有非常多干什么？你们两个小甜甜走开，我可以一起讲啊。其实好啊好啊，来一起来推荐。那你觉得你们有看 Circus 狗仔队吗？我已经问过了啦。我要先开场啊，我们要先开场一下。好，让你们先开场。五六七八。你们有看这个狗仔队？哎呀，没有玩了，没有了。一二三，你们有看过这个狗仔队吗？大家一定要记得看，有看过，好好笑。他们问问题都问得超猛，对，超好笑的，很好笑，真的。而且我暧昧，谈关系。而且我觉得 Andy 哥每次在里面也很好笑。Andy 哥，你知道吗？偷犬戏，那是戏子，真的。你看你。所以我们要推荐一下每个礼拜六的晚上九点，然后收看。